丁胖子找房子很多信息，这里可以找。但这个什么，这什么寻人启事，住院出车祸了，不知是否还在人间，欠款还清，专门诈骗华人。来你们看吧，没有没有，单间的价格，不是单间的价格，对，夏威夷超市门。走线来美国后，在纽约居住三月后，于2023年8月4日回国，被警察抓捕，对当事人罚款2000元处罚。抓是抓得好，但是才罚2000元有点少。又来丁胖子广场逛一圈，又来了好多人，都是找不到工作。又来丁胖子了，好多人呢。刮骚扰了是吧？你买点小菜，买点吃的。